精神，那当然了，要去见孙子，当然得拾掇拾掇啊。跟你到欧洲去了一个多月，少看他两回呀。哎呦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开口叫人了。你看，你着急了吧？这可是您跟我说的，说这个男孩子开口晚点聪明，你现在比谁都急。去，我那玩具哪儿去了？妈，您别怪我多嘴啊。 如果今天咱们去了，那孩子还不说话的话，最好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一看，万一那孩子是个哑巴。哎呦，兰心呐，你还真是巴不得我的孙子有点缺陷啊。妈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想着这孩子万一有点什么语言障碍，早点治疗不影响智力吗？是，你怎么不是哑巴少说两句啊？ 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哎呦，好了，哎，怎么着？咱们准备走？对，我拿这个。那个，哎，等一下啊。小强，哎，怎么着？我来不了了。那怎么办？让鲍佳明带着孩子见我们。嗯，好吧。啊，行，那就这样。 小强说他忙，单位请不了假。不就是妇产医院一职务吗？有什么可忙的？大周末的。你别保人不知饿人饥啊，人家得养孩子，当然得工作。你以为都像你啊，在家里头养尊处优，当个全职太太。妈，我说什么了呀？我说这不是完全为老刘好吗？行了，我也怪别扭。 让鲍佳明带着孩子跟咱们见面，我就不爱见他。那要不你甭去了，我和妈去。不行，这可是去看他的儿子。你去看你的儿子吧，你要不去呀，你不趁着鲍佳明的心了。你就去，你别理他就是了。对呀，老刘，你反正想去见孩子，谁带着去有什么关系，是吧，妈？对，这句话就说对了。走走走走吧。行，走。 我拿，我行。妈妈，请问帅哥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当然了。 我是《生肖早报》的记者，正在做一个父子主题的摄影展，欢迎你来参加。什么摄影展？父子主题的摄影展。哇，这个宝宝好可爱啊！爸爸也好年轻，好帅啊，还能留个纪念呢，多好啊！对啊，来吧，我们摄影展只是亲子活动的。
还会上报纸、上电视，将来还要出画册呢。是吗？对了，整个活动都是免费的哦，还会送你四张照片。来吧，来吧，走，走，走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儿子，萌萌。一会儿拍照的时候，我叫你笑你就笑啊。我们是帅哥，对不对啊？帅哥。定这么个地方来、啊、妈，这人报价没定的，他说毛毛喜欢吃这儿的菜。行了吧，来，咱先坐下，咱们既来之则安之，我给您叫壶茶，您先喝着啊。那个菜单呢，先把菜点上啊，毛毛喜欢吃的都点上。这有菠萝包吗？啊，有有有啊。小孩椅子呢，叫他们拿一张过来呀。行了，您别这儿操心了，待会儿我都给您要齐了啊。哎，玩具呢？毛毛最喜欢的小狗，踏实了吧？嗯嗯，服务员，太阳晒，呀嘿，请问可以上热菜了吗？再等一等。好。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给小强打个电话，看怎么回事儿。这迟到的时间我得扣回来。你这是看看您，等会儿别着急，稍安勿躁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来了。来了。嘿，也是多好玩。哎呦，毛毛。哎呦，阿姨你好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来来，来来来，看奶奶买的玩具。哎，喜欢吗，妈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我们也来不久。小强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吧？他今天有个会，来不了了。今儿周末，那么忙呀？他那个单位啊，没有周末休息这一说。现在他又当了客服主管，就更加忙了。哎呦。升级了，哎呦，毛毛，你看你妈妈多能干呢啊！真是没想到啊，那现在孩子只能你管喽？我哪能管啊，平时都是小管带着他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哎呦，小心小心。行了，毛毛，奶奶够累了，咱们坐下来吃饭了哦。哎呦，哎，狗狗先给我们收着哈，先收着。来，再叫声一句。来，妈妈，哎呦，不要动啊。爸爸先给你擦一下手手，我们吃饭之前要擦手，对不对？要讲究卫生。来，拿左手给我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小熊熊带出来吧。小熊，毛毛，你要吃什么呀？爸爸要这个。毛毛会叫人啦？是。什么时候会叫的？上回见面还不会叫呢。毛毛虽然开口比别的孩子晚，但是啊，他一开口就叫我爸。啊，再叫一声。爸爸。哎呦，这么乖！他每次叫我呀，把我叫的心都软了。他只会叫爸爸吗？他也会叫妈妈，但是每次开口的时候啊，总是先叫爸爸，再叫妈妈。为了这事儿，小强没少跟我吃醋呢。啊。阿姨啊，我要去买点东西，得离开一会儿，你帮我看着毛毛。好好好好好，妈妈要听奶奶的话啊。嗯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真乖，拜拜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哎呦，毛毛乖，你要吃什么呀？吃这个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奶奶陪，好不好？真没想到啊，毛毛都会叫爸爸了。不过，他应该叫老刘爸爸才对吧？小孩是要教的，来听奶奶话，来叫爸爸。老伯伯，来听爸爸的啊，我是爸爸，叫爸爸。老伯伯，不，不是老伯伯。
是爸爸。老伯伯。哎呀，你这样不行，看我的啊，毛毛。糖，叫爸爸，叫爸爸，阿姨给你糖吃，好不好？叫爸爸给你糖吃。老伯伯。别难为孩子，妈，你给他包着吃了吧。可以吗？啊，你坐吧。谢谢。吃饭。你是在笑我吗？你吃饭笑成这样，会噎住的。刀子借给你啊。啊，嗯，不用了，啊，我吃好了。爸爸，爸爸回来喽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去超市买点东西。今天下午那个小强的姑妈要把毛毛接去崇明，我给他带点东西。哦。哎呦，你们都没吃呢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要带他去崇明啊？啊，那么远，小孩吃得消吗？他可喜欢去崇明了，小强他爸和姑妈呀，对他可好了，把他给宠坏了。那我也宠他呀，怎么就不让他到奶奶家呢？阿姨，在这儿看不也一样吗？这一个月两次，我可没少你们一次啊。上个月是你们自己放弃的。我住上海这么近，崇明那么远，一个月都去几趟。上海都不来，不公平。行了，阿姨，吃饭咱们就不说这个了，好吧？对，不讲这个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，妈妈？菠萝包，菠萝包，菠萝包，吃菠萝包好不好？菠萝包啊！他除了叫爸爸妈妈，还会叫别的吗？他可聪明了，我让他叫什么，他就叫什么。来，毛毛，我们叫奶奶。他叫奶奶。再叫一次。哎呦哎呦，乖孙子，哎呦，漂亮，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呦，哎，光耀啊，你说这怎么得了啊？孩子就管那个包家明叫爸爸，这往后你怎么认呢？妈，要我看呢，这事儿您不用太着急。孩子今天不是已经叫您奶奶了吗？孩子很灵的，早晚有一天会管老刘叫爸爸的。哎，你别一口老刘老刘的，难怪孩子管光耀叫老伯伯，都让你给叫老了。妈，那毛毛叫老伯伯，跟我叫老刘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孩子又不是我教的呀。我看，搞不好今天是于小强故意让鲍佳明带着孩子来气我们的呢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什么都别说了。不过这个事儿倒给我提了个醒儿。这孩子长期在他们的灌输之下，将来不但认定了鲍家明就是他的爸爸，而且跟我们会一点感情都没有。
光耀啊，周律师两年前说的话你还记得吧？是时候了。周律师说什么了？晚上请他到家里来，你在旁边一块听听。哎，光耀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没什么可说的，没劲，什么都没劲。你们确定真的要打抚养权的官司啊？至少我们得先做好准备。周律师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那个孩子一直管我们家老刘叫老伯伯。我想，如果再不把孩子要回来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得管我叫老伯伯了。周律师，之前你说孩子在哺乳期不适合打官司，我等了两年呢。现在孩子终于开口叫人了，却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你给定个方案，看是协商还是上法庭都行。我们一定要要回孩子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你们家女主管来了呢。赶紧上酒。好嘞。于大主管，要不要我给你捶捶背呀？平生别再惹我不高兴，今天于大人我太倒霉了。又怎么啦？今天我坐单位的车上班，车上有一人喷着巨香的古龙水，哎呀，我都快窒息了。我过敏嘛，万不得已我只好跳下车，跳下车我就再也打不到一辆车了。全医院的例会，就我一个人迟到。这人谁呀？他们医院进口的美国医生，也就是出口转内销，一华人 ABC。但是我于小强临危不惧，力挽狂澜，不乱阵脚，赢得满堂彩。哎呦，我怎么又不敢了？收。今天有惊无险，谢谢小熊芳芳来为我庆贺，咱们碰一下吧。来，来。啊，于大主管，我八卦一下，你一个月的月薪是多少啊？一万。谁让你说的？罚酒一杯。啊？才一万呢？那这领导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小熊，你错了。我竞聘这个职务压根儿不是为了钱。眼睛只看到蝇头小利，永远走不出小格局。我们医院目前是本行业中的佼佼者，我在里面学习、锻炼、成长，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我还会继续努力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营运总监。爸，相信我，有能力、有勇气，什么也难不倒我，因为我是于小强。打不倒的于小强，此处可以有掌声。来，哎呀，还是我老公挺我。哎，包佳敏，你完蛋了，你压力大了。家里边有个女强人，男人要是不进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会死得很惨的。你别在这挑拨离间，我这让他挑，没事。虽然我今天穿了一件红颜色的衣服，但是我心甘情愿做于小强背后的那片绿叶，那个男人。这个造型怎么样？快拍张照。来来来，哟，我好冷啊，好冷啊。你还真怕呀！你俩拎着我给你拿衣服去。好了好了好了啊，你们两个人啊，不要在这里恶心了。我有一个重大的喜讯要宣布。怀上了？几个月了？哎，要是女的话，就跟咱们做亲家啊。哎呀，讨厌了，不是的。我终于在事业两年以后，找到了我的事业新旅程。这个造型不错，需要我们干什么？开口。等会儿你先问他，他要干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跟小熊呢，我们想开一家烘焙店。这能挣钱吗？哎，佳敏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刚才小强姐刚说过，格局要放大。对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铺面我已经找好了，等开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两个的。必须，一定支持。等等，那你是不是要离开公司了？哎，不是，
我跟芳芳要一块创业，对不对？我是今天早上把工作给辞了。不过佳敏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好兄弟了，是吧？这个事你不会生气的吧？那我也太悲催了，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和那朱总斗智斗勇，还有那个妖了吧唧的女秘书。女秘书谁？对对对对，那女秘书的名字才叫好玩呢。哎呦，她的名字叫奇葩。奇葩？这齐天大圣的奇，葩就那奇葩的葩。这是人名吗？这是人如其名，真就是一个奇葩。对，而且据我观察，她就是朱总的小三儿。小三儿。你干嘛啦？说到小三儿，你那么起劲干什么啦？你看我每次聚会我都说错话。来来，老规矩，自罚一杯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但佳明啊，我说真的，你要是那待不下去，尽快出来。你看小强姐现在都能做领导了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做不真的？啊，对的对的对的，有梦想就去追。来，为我们于大主管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洗澡去啊，去交作业啊。今儿咱不做可以吗？不行。南希，这两口子这点事儿，如果变成了交作业，你说还有什么乐趣？现在呀，结果比乐趣重要啊。可我真不想，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是孩子管我叫老伯伯那点事儿。所以啊，我们赶紧生个儿子出来，我让他追着你，天天喊爸爸。哼，谁知道哪天能生啊？咱还是先说眼前的事儿吧。我真打起这抚养官司来，你能支持我吗？我当然支持你啊。不过，我觉得于小强根本就不会同意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人家生出来的孩子，人家养了两年。人会给你吗？是不容易，所以咱们请律师啊。请律师也没用。事在人为吧。那你说的事在人为。嗯。那你总不交作业，我们这儿子哪儿来呀？哎呦，说了我累了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啊。不是我不放过你啊，是你妈她不放过我。我这要生不出孩子来，一辈子得看你妈的脸色。你要生不出孩子来啊，我这一辈子得受你们俩的加班气。光耀啊！哎，你下来一下。阿妈，什么事儿？下来再说。哦，我来了。我去。嗯。不许去。干嘛你？不让你去。捣什么乱？就不让你去。妈等着呢。去去，别闹。怎么，我叫你下来，他还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您什么事儿？鉴定报告明天一早拿给周律师，这万一要打官司，他是个证据啊。就这事儿啊？那您明天给我不是也一样吗？哎，我怕明天忘了，行吧？哎呀，我无论如何要把毛毛要回来。哎呦，我是不指望兰心了，都已经两年了。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嗨，我们这不是一直也努力吗？他也一直在治疗着呢。哎呀，儿子，妈年纪也大了，我也没什么要求了。每天一个人孤零零的对着这个房子，我只希望有生之年能跟我的孙子多聚聚。妈这点心思，你能理解吗？啊，我们努力好不好？你别急，好吧？毛毛睡着了。你也睡着了？我没睡着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。你喝多了吧？
对呀。哎呀，我也喝多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肯定是我比你更高兴。你有什么高兴的？你不就是那个小官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高兴都是因为我的儿子毛毛带给我的。今儿我们跟刘光耀吃饭的时候，啊，毛毛一个劲儿的叫爸爸，把刘光耀气的呀，一口饭都没吃下去。还有啊，我抱着毛毛在路上走的时候，来了俩女的。哎呀，我本来还以为是星探呢，结果是那什么报社的，他们要举办一个父与子的摄影大赛，免费给我跟毛毛拍照。我抱着毛毛啊，往那一群父子里面一站，那简直就是鹤立鸡群。哎呀，美的我呀！老公，嗯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嗯，说吧。感谢你。我深深的谢谢你，感谢你对毛毛视如己出，感谢生命中我遇到了你，感谢老天。I love you forever。我要为你唱一首歌。停，你还是别唱了，你一唱歌，这个意境都被你破坏了。起来，站起来。你干嘛呀？哼！你力气还挺大。一样。嘿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想请你跳个舞。Are you ready? No. We need music. Yeah. 等一下。Okay.你要什么样的音乐？什么都可以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毛毛也长大了，叫我妈妈，叫佳明爸爸。我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起点，虽然佳明的事业还是原地踏步，但是他专心致志地当个好爸爸，我感觉很踏实。幸福就是这样的吧，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李总啊，您说的那些情况我都知道，但是这事儿啊，我真做不了主，我得跟咱们朱总汇报一下。那我待会儿给您答复行吗？啊，就五分钟，啊，五分钟。朱总，嗯，那个佳明啊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我有事儿跟你汇报，一着急我就进来。要不我先出去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先谈谈，先谈谈。那个启发，你先出去。记住，以后不要把吃的东西带到我的办公室来。知道了，朱总。来来来，佳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啊，坐坐坐。是这样的，李总那边想多要三个返点，我来问一下你的意思。哎，这事儿不着急啊，我倒有件事想找你。啊，坐着说。哎，好。小熊走了啊，我的左膀右臂啊，现在只剩你这个右臂了。往后啊，我有好多事情要倚重你。这个我想啊，提拔你做副总经理，怎么样？这么好的事儿，我怕我能力不够啊。哎，你的人品、你的能力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太太呀，也经常在我的面前说你的好话。这个想法，我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。可是呢，当初我顾虑到小熊是你的朋友啊，我怕他不高兴，他误会我对你的器重，就没敢提议。现在小熊走了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原来我今天是撞大运了，这事我再考虑考虑。李总返点那事儿，你赶紧给我答复啊。
哎，走，佳明吃饭去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马上就来。好的。佳明，来吃葡萄。朱总的葡萄我可不敢吃。哎呦，除了朱总，就给你一个人吃。别，我不吃，谢谢你啊。要不我去给你买杯咖啡吧。不喝，反胃。佳明哥哥，你太见外了。咱俩是同事啊，千万别叫我哥哥，我受不起。你就是我哥哥嘛。晚饭我们一起去吃怎么样？要不去唱歌？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我就是要你保证，刚才你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但是老天都看见了。我只知道当别人家小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佳明，你说什么呢？谁是小三呀？我跟朱总是真爱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份工作。那你就丢得起这个人。于小强，我给你布置个任务啊，明天凡是你经过的书报亭，有《申江早报》的，有多少你给我买多少回来。太夸张了吧？不就入选个摄影展吗？整这么大动静，把所有报刊亭的报纸都买回来，那还不把我的腿给跑断了？你这个人就是鼠目寸光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明天去买报纸啊，买进来是2块钱一份，我跟毛毛签了名以后，你卖出去至少是10块钱一份，那一份报纸就可以赚8块钱。你买的越多，我们就赚的越多，这才叫暴利，你知道吗？毛毛会签名吗？毛毛不会签名，你可以代他签呀。你签的名字人家谁要啊？除了我。哎，那你就买一份，就当做个纪念。变得也太快了吧！从1000份一下变为1份，中间有点过度吗？我又没让你买1000份。你不让我把报刊亭所有的报纸都买回来吗？那也不止1000份啊。还是算了吧。刚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我跟毛毛真的红了啊，那我们两个到时候会有多少漂亮的美眉粉丝来追求啊？你怎么办？如果你要是喜欢年轻的美眉，我就把你的腿打断，然后把你装在轮椅里，推着你四处走走看风景。你说的好惊悚啊，我都坐在轮椅里的，那还叫四处走走吗？那分明就是四轮滚滚。轮椅是两个轮子，两个轮子的那个叫自行车，轮椅是四个轮子的，后面有两个大轮子，前面是两个小轮子，小轮子是用来控制方向的。轮椅的前面有小轮子？你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不想坐，你也不许喜欢年轻的美眉。我不喜欢年轻的美眉，我只喜欢你这样的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。哎呀，我好困呐，我想睡了。你也别玩太晚了，听见没有？早点睡，吃点葡萄啊。哎，老娘。你真的只买一份啊？我的老娘！师傅，这报纸我要10份。好的。
么大火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儿不能下班以后再谈吗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们在报纸上秀父子照？刘光耀，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？现在家里户口本里，鲍家明就是毛毛的爸爸。毛毛现在的大名叫鲍航宇，鲍家明的鲍。对对对，孩子在你手里，我没办法，对吧？那我问你，孩子管我叫老伯伯，这是不是你们俩教的？刘光耀，你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。我们也不可能教孩子讲这个。孩子现在正在学说话，才两岁多，他也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。邻居阿婆的儿子毛毛围着他的时候就管他叫老伯伯，可能在孩子眼里，像你这种年纪的人就应该叫老伯伯吧。对，我年纪多大呀？我比你这小伙子年纪大多了。你这样说没意思了吧？我的意思，你何必这么敏感呢？何必跟一个两岁的孩子斤斤计较？别这么说，我不是跟孩子计较，我是跟你们俩计较。你替我想过没有？孩子如果长大了真以为我是他老伯伯怎么办？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关于这个我也想明白了，现在孩子是我和佳明在养着，佳明对孩子视如己出，所以毛毛叫佳明爸爸，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别跟我说这个，如果给我机会，我一定比他强多了。你现在没有这个机会。什么叫没这机会了？以前孩子小，在哺乳期我可以让着你们，现在孩子都两岁多了，我得拿回孩子的抚养权。刘光耀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如果我非要不可呢？你给我站住！干嘛？松开我！不松！你松开我！我不松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！你等我把话说完。如果你不把孩子交给我，我就跟你打官司。哎，先生，这对女婿客气一点。跟你有关系吗？这是我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她是我前夫。不管你跟他什么关系，这里是我们医院，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，要不我把保安叫来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话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回我儿子的抚养权，你等着律师函。你没事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前夫对你怎么不客气，你还对他怎么礼貌？我最瞧不起这种对女人没有风度的态度。难道没人叫他，女人是用来保护，不是用来殉妻的吗？谢谢你，弗兰克。要是他在找上门，你通知我，我保护你。谢谢。哎，你有没有发觉我今天有什么改变？你没有吐古龙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没有打喷嚏。看见没有？哼，这父子照都登在报纸上了，你说让我老刘的脸往哪儿搁？还有，于小强凭什么给我儿子起名字姓鲍？而且在户口本上，他和鲍家明写的是父子关系，这个没经过我同意。我不懂这叫不叫违法？可亲子认定书上写的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，他不能视而不见吧？刘总，您看是这样的啊。依照法律来说呢，你们俩已经离婚了。而且他才是孩子的监护人，那么他就有这个权利为孩子起名字，也有权利呢以他现任丈夫的名字登记为孩子的父亲。这可并不违法。我尊重法律。那这么说，我只能是坐以待毙了。刘总，你也别这么悲观，咱们呢一步步来好吗？我不悲观，我一点都不悲观。我就是恨不能飞到于小强他们家，把我的儿子给夺回来。那可就是您违法了，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不违法，你说我还能怎么办？那依您的意思，
咱们这个官司非打不可了。打。你干嘛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不然怎么会吃我跟朱总醋呢？你想多了，你自重啊！哎，你干嘛？王佳明，你不能这么欺负我！就算我性感迷人，你也不能对我耍流氓呀！你平时勾引我、挑逗我，我都忍了，现在你还动手动脚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呀？你说够了没有啊？有种去公安局，你跟警察说去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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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佳明他非礼我，他是个色狼，我还没结婚呢，现在名誉都毁了，你要给我做主呀！啊，佳明，你怎么做这种事情？我没干。啊，你做都做了还不敢认了？你是男人吗你？我要把你拍下来，然后发到微博上去，让大家都来人肉你这个伪君子，让你太太知道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，让你尝尝性骚扰的后果。拍啊拍啊，你赶紧拍，一会儿拿给警察看去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把衣服穿起来。朱总，江斌，来来来，去我办公室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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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是相伴走下去，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再分离，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永远不会再分离，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